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A13 Simon Rocha 全台第一间专卖店。这间店的门面，它是还原伦敦的第一家门市的店面，大家仿佛来到这边，好像去到伦敦的店面一样。我现在带大家进去看很多有我非常爱的 piece， 跟着我一起逛。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少看我穿这样的 look， 它就是有一种介于刚跟柔并存的一个设计品牌。像这个款式，它的布料呢就是比较立体，所以有时候对于你的身形你不是那么有自信，又或者是身形比较瘦小肩膀比较窄的人，其实你可以选择这样的款式以及布料，它是可以让你整体的感觉像是衣架子一样比较可以撑起来。那至于包款呢，这一季要推的贝壳包，它其实它有很多的形状，刚好这个方包跟我今天穿戴是有呼应。上面呢就是有它的珍珠的一些细节，鞋子呢就是款式就有一点 lady， 很呼应现在流行的元素，其实很像芭蕾舞鞋。那上面一样是有一些珠珠的一些奢华的细节，你来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你在网络上看到秀款的单品。它其实很多一些细节的设计，真的不是说是原生或是肉肉女生才可以驾驭这种，其实很多骨感的人穿这个样子整体就是非常的时髦。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像这种比较 A 字伞状的款式，然后它的领口又是比较大的翻领，里面如果搭像衬衫啊或者是高领，然后是撞色的，其实也非常好看。重点是它的重量非常的轻，就穿起来不会很负担。然后我还蛮喜欢它上面的一些设计的细节，绑辫子一样的麻花的一些设计，就感觉这个羽绒外套就不会那么无聊。它还有很多网纱的一些细节，就是它每一季都会出黑白基本款，这一季也会出一些比较 colorful 一点的粉嫩一点的色系。然后上面像这些也是奢华的一些珠珠的细节，我觉得也非常漂亮，就很像是一个假的项链，但它已经缝在上面了。那里面其实就可以搭白衬衫啊或是黑高领之类的。像这个凉鞋系列，其实就是不管什么季节，你不是只是单穿，你也可以配袜子或是厚的那种毛的袜子，你可以搭配像这种凉鞋。然后它这个材质上面又是设计像这种毛呢的话，也充满了秋冬感，不见得一定就是秋冬要搭靴子啊或是一般的球鞋，你其实也可以像这种比较有趣的搭配，就袜子你就穿厚一点就好了。然后上面很漂亮，就是还有一些珍珠的一些细节的设计。这一款呢也是设计师特别为台湾设计的一个限定的款式，然后这是一个眼镜链，是不是蛮时髦的，就是你可以配在墨镜或者是你的光学眼镜上面。像这个珍珠的耳环也非常的美，假设我今天没有戴发夹，我应该会戴这样比较夸张一点的耳环。像我刚刚说我身上的贝壳包，它就是有出很多很有趣的形状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你可以这样子手拿，然后也可以这样子侧背，非常的美。这也是皮革的，然后是蛋形的，这皮革的也很漂亮，就是你有时候穿着的款式的面积比较大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背这种比较形状型的包包来整合一下你整体的搭配。那我也要介绍一些比较日常的穿搭的设计，像这种基本的款式，它每一季都会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变的变化。像它这个就是 T 恤的设计，可它外罩是六角网纱的一些细节，所以就是让你近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紧身的一些视觉上的错乱，就还蛮可爱的。像刚刚那比较散状，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收腰身一点，就是可能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就是永远都穿散装，那你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设计。我觉得皮外套，大家看到这个爱皮外套的人一定要购入吧，整体的风格识别度又很高，又有皮革的那种个性的元素，而且我记得这好像还有白色跟红色，它这是可以拆的，这好美哦。而且它的那个皮革是比较光亮面的，就是感觉一个雾面的跟光面的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 detail。 就是你身形比较娇小的人穿这个感觉视觉上是比较高挑，因为它版型比较短，比例上就是会比较拉长一点。喜欢一个品牌的入门款，你就可以由这边来下手，就是它比较多一些 T 恤的版型，可是它的细节都是写着他们的名字。然后这一季呢，他们主推是天鹅的图案，还有一些爱心的图案，所以你看到它上面的刺绣有两个天鹅，然后它上面这边的 detail 也是保持了他们的元素，你的衣服自带项链一样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爱心的设计，
你看那种洞洞，那里面你就可以穿就是运动 bra， 或者是你可以撞色，选一个红色大红色的高领的内搭在里面，就会有层次的感觉，也有长袖的款式可以选择，这个也很漂亮。像这种在进阶版的一些 T 恤的设计，就前短后长，想要盖屁屁什么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 T 恤，就可以修饰你 care 的一些部位。这个材质就是有点点光泽，穿起来会稍微正式一点，但是款式又不会太正式。我个人非常喜欢它这个牙齿的系列，这个牙齿的设计灵感是设计师他几年前就是刚诞下了他的小孩，所以他就是牙齿很像他的乳牙。我一看到这个衬衫，我就非常想要推。手边刚好在服务的艺人，上面也有他们的指标性的珍珠的一些 detail， 这个穿起来很不显胖，整体看起来就是很修身。那你下半身就是搭比较硬挺的短裤或是短裙，那这件衣服就是像胸部大或者是肩膀比较宽的人穿这个就极瘦，那瘦的人就不用更不用讲，就穿起来就是很美，所以这款我也非常推。这个粉色的大理石也是还原他们伦敦的店，我觉得粉色的大理石很少看到，你就是进来你就会觉得我要在那边结账，要把你的钞票摆在上面，我要买。